助攻跨栏哦。洪总洪一中被昔日子弟兵陈金峰拉上场，而对面带着微笑走过来的是王建民，也站上投手球。他真的要投哎！哦呦，二垒方向的滚地球啊！洪一中击出二垒方向滚地球，二垒手故意漏掉，让他站上垒包。接着观众继续鼓噪，让陈金峰也加入。会不会有风炮炸裂的戏码呢？哎，他真的下来了。台湾巨炮陈金峰、台湾王牌王建民精彩投打对决。哇，今天太顶了！王建民应该也只是投直球而已啊，触身球，触身球。第一球就投出内角触身球，爆发欢乐的板凳清空。赛后也被问到是不是在做效果，不敢，因为真的是太久没丢了，然后又是封闭式的，现在出手点的多。打到他的那一刻，我说心里想完蛋了，真的不好意思。经典对战持续加码，恰恰彭振敏也站上打击区，面对王建民敲出二垒打，随后林月平还登板担任终结者，由叶君璋蹲捕，张建民代打，几位传奇球星轮番上阵，联盟也公布当天的记录纸，让球迷喊话应该要裱框，也有人敲碗要推出周边商品。经典场面是球迷进场前没想过的梦幻剧本，大赞值回票价，两天合计进场人数62354人，也刷新明星赛系列史上最高纪录。三选江博也可以选台北，请不到。